觉囊派在西藏的转世制度是从多罗那他开始的。多罗那他是觉囊派第28代法寺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前藏格鲁派势力逐渐向后藏扩展，后藏的噶玛噶举派极力与之抗衡，各地方势力争夺混战的时代。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下，多罗那他潜心钻研佛法，勤于著书立说，阐述觉囊派了义大中观他空思想，是说六支瑜伽体验。多罗那他从21岁开始住持觉囊寺，在位期间修缮了曲龙、降孜、吉普德丹、觉囊等寺院，和独卜巴时期所建的通卓钦摩十万大佛塔。于1615年，多罗那他新建了达丹丹曲林寺。在修建过程中，藏巴汗从财力、人力各方面给予支援，全部工程持续了十几年。从藏巴汗来说，为多罗那他提供寺院庄园属顺缘百姓，而请求负责修建寺院则是从其政治利益考虑的。对多罗那他来说，依靠藏巴汗的支持建寺并不是为了抗衡格鲁派，而是为了弘扬佛法以及发展觉囊派。达丹丹曲林寺修建完成后，慕名前来参观和学经的人络绎不绝。针对日渐增多的僧人，多罗那他在管理、学经、法事活动等各方面做了整治和规范。在寺院管理和组织方面，他大胆启用人才，把一批学识渊博、品德高尚和具有管理才能的僧人安排在寺院领导的岗位上，加强了对学经院和修行院的管理，重定教材，因材施教，严谨学经制度。多罗那他为觉囊派一代宗师，也是藏族著名学者，他博通诸宗，博采众长，著述宏富。其中《印度佛教史》一书备受关注，是一部系统的介绍印度古代历史的名书，已被翻译成汉文、俄文、德文、英文和日文等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。多罗那他把中观派分成普通中观与大中观。普通中观包括龙树、提婆师徒二人所创立的根本中观，也包括后期形成的应成派、自续派和中观瑜伽行派。大中观是指在藏地弘传的他空中观，以弥勒菩萨的论作和无着世亲兄弟二人的世著为代表，实际上指的就是觉囊派。普通中观与大中观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对二谛有不同的理解，而形成自空见和他空见。多罗那他说，坚持自空见的普通中观派，由于不了解佛性的定密和圣意志自证自明的道理，而否认佛性。又说，他空中观在无着、世亲两位论师的论著中做了透彻的分析，尤其在世亲论师的《般若两万颂》时，变法法性论释中解释得更为详尽。